天亮了，然后女巫救人了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我吧？有，我超怀疑你。夫人，请听我解释。听得头啊！好，我解释。禀夫人，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谁知那谭伯虎，他蛮横不留情，勾结官府目无天，占我大屋夺我田。我爷爷跟他来翻脸，常被他一棍来打扁。我奶奶骂他欺上民，反被他捉进了谭府，强奸了100遍。最后他悬梁自尽，一恨人间。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，流落到江边。我为求养老爹，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。谁知那谭伯虎，他实在太阴险，知道此情形，竟派人来暗算，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。小人趁钻戒，长命得留存，可怜老夫他鬼魂贴，此生更难填。为求战老爹，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，一面勤赚钱，一面读书篇，发誓把功名显，手刃仇人意志坚。从此弹影诗集半生边，我名弃子仇不共戴天。嘴巴还渴吗？我嘴巴蛮渴的。要准备吃那个一日三命散哦。那应该蛮喘。好，我是猎人啊。礼拜劳力。